马儿要吃草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Panasonic Automotive Systems Co. Ltd. 数位仪表 Panasonic 设计数位仪表第一次使用在 Mazda CX-60， 这是马自达乘用车首次用 Panasonic 设计的全显示数位仪表。全显示仪表用 12.3 英寸大屏幕显示屏，是一种以图形方式向驾驶员显示车速和警告等车辆状况的系统。图形根据车辆状况变化，可以及时显示适当的信息，有助于驾驶员在驾驶时的安全感。安装在 CX-60 上的全显示数位仪表，用雅马哈在多媒体产品和车载导航方面深耕的先进图形技术，实现了驾驶者在驾驶时易于看到和识别的 3D 图形。产品特点：一、具有高质量图形的 3D 立体图像，用高清高分辨率显示器实现具有三维效果和深度的高质量图形，从驾驶员上车到结束驾驶，不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显示信息，还通过精美的 3D 图像提高车辆的价值。二、根据驾驶场景显示模式，可以根据驾驶员的喜好和车辆的行驶状况，在多种屏幕模式之间切换，它通过无缝动画过渡提供各种驾驶体验，同时保持安全。 Panasonic 目标是成为全显示数位仪表领域的领先企业，并有望在未来普及，将通过开发和交付充分发挥我们优势的全显示仪表，为营造安全、安心和舒适的驾驶环境做出贡献。